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空不太远，我是葡萄，今天继续玩我们的 Turbo Dismounting。OK，那我们来玩一关新的地图，这关有一些圆圈在转动，这个应该是就是齿轮，一些什么圆锯吧，就锯子之类的，就圆锯啊。OK，我想这关应该是还蛮好玩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先从一般的火车站开始，跳下去。You，哦，等下，火柴又没被锯断啊！哇吼，我头，哇吼！哦，会跳会跳会弹哦，我换其他载具，换这个购物车。我记得购物车在上一集的时候是有个 bug 吧，就是火柴人会卡在里面，就卡在购物车里面，然后会有一些 bug。那我们来试试看这次有没有。然后换个，要换，先从一般的姿势下去好了。冰锹哦，没有没有冰锹，又有 bug。真的假的？又有 bug？有没有搞错？有 bug？这个叫我情何以堪？怎么办？又有 bug？怎么办？又有 bug 啊！然后我就我整个下半身就卡在购物车里面，然后一直在那边骨折。没有没有没有哦，结束结束，OK，换我们的沙发椅。我觉得沙发椅的话，我应该会冰掐吧，我应该会翻车啊。OK，轻轻的下去就好。快啊，还是翻车啊！这沙发哇，哇塞，被锯，载具被锯到的时候，就直接整个爆，整个弹出去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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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轻轻的下去，一点冰掐，我有灾哦！哦，又飞起来！我用头在滑行没有没有，我冰枪。不过哇，还是冰枪啊，只是我刚好有抓，让火柴人有抓着。劈腿了，劈腿劈腿！别载具，换这个滑板车。预备预备，Go！冰枪啊！这怎样？这个画面很屌，我又卡又 bug，刚有 bug，我刚才直接卡住，这个屌，这个屌，哇哇哇哇，等一下我再试一试，冰枪吗？没有没有，这是不冰啊，我换这个姿势，冰锹啊，卖冰锹，卖冰锹，没事耶，轮子跑进，这轮子怎么跑的？哇哦，哦，哇，哦，哦，哇，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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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会砸到我吗？要砸到我，瞬间刚好结束。OK，那我们再换这个病床，病床不是船，船，预备下去。等下，我脚卡住了，我脚卡在病床那边。然后我爬上来，我要重新爬上来，我再试一试哦。没有，这次我飞出去，哇哦，飞出去，然后扑街。破盖了！等一下哦，那我换个姿势，换这个姿势好了，下去！我有一只手来抓着，哇！分开分开了！我要回来了，我要爬回来了，我要爬回来了！等一下！哇！那病床好像一把那个回力镖一样，这个姿势轻轻下去好。牛！哇！啊！哦哦哦哦！啊！哇靠！病床直接砸在我脑门上面，他直接病床直接砸在我脑袋上面，好痛啊！哇哦！这种地图就要玩滑板吧，对不对？好，先慢慢下去。
奥外逃，我的头，奥啊，哦、等一下哦，等一下，那我哎，我刚刚好像可以跳吧？那我跳的话，我跳，奥，哎，我们跳出去，等一下出来，鱼北北跳，奥，哦，哦，哦，哟，砰，姿势啊，那我现在跳。我在干嘛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那个滑板反弹哦，直接打到我的头。OK， 我看我们再换这个姿势啊，这个姿势会怎样？牛下去下去，然后哎、欸，啊，冰要翻了要翻，哇，外卡啊，啊，哦哦 哦， 哦，翻好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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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哦哦哦哦，我跳出去呀，啊，好痛。在玩这个沙滩越野车，好了，沙滩越野车，预备预备，哎、欸，预备预备，下去，慢慢下去就好。哎、欸，会翻车哦！哇，整台车喷出去了啊！车子，早点跳啊！外卡，粉碎性骨折。哇，这姿势超智障的，这姿势超智障的啊！哎、欸、啊，翻个哇哦！哇，整台车。他整台车是直接这样飞出去、欸，那我们再换这个姿势，慢慢下去，慢慢下去。哟，哎，不行啊！他下去的时候，哦，等一下他下去的时候都会冲力太快，然后直接整个翻车、欸，哎，这怎样？这怎样？然后预备跳，有差吗？有差吗？哦，人，哎、欸，我脚是飞好远哦。啊哦啊！骨折！哇吼哇吼哇吼！那我们再换这台吉普车。吉普车的话，哎、欸，我如果我在后面被他压会怎样？牛，哎、欸，哇哦，哇，啊，哇，啊，啊，哎、欸，没有车子零件过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刚好现在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东西。如果我这样下去，然后，哇，飞好远哦。哎、欸，哦，啊。我还往后滑，真的假的？哎、欸，那个轮胎还在转、欸，看不到后面的，看不到后面的墙壁、欸，所以不知道能不能，我不晓得能不能飞出地图外面，我不晓得能不能飞出地图外面、欸，还是我要在这边，预备，嘿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行，哦，好高好高好高，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刚才墙壁有高度，我有看到，那墙壁是有高度的，它就，我不知道能不能飞了出去，嘿咻，哎、欸、没有。不啊哈哈哈 ！OK， 我们的吉普赛，不是吉普赛，吉普车，吉普车好像也就这样而已、欸。然后慢慢下去会冰枪吗？哎、欸，慢慢下去冰枪，哎、欸，这样啊？哇靠！哎、欸，我要掉下去吗？哎、欸，我掉下去了。哎、欸，啊，我现在角色还是在坠落的状态吗？哎、欸，我角色会动，然后我代表我还在坠落的状态啊！我会坠落到什么时候啊 ？What？ 我这啊，我这个游戏该不会没有什么没有所谓地底吧？没有底层啊？对啊，我角色还在往下掉啊！对啊，还在往下掉哎、欸！哎、欸？咦？哦？好、哦，对啊，我角色还在往下掉，然后啊，我要怎么办？我只能重来了吧？这种情况下应该是只能重来吧？哎，所以我现在这游戏真不科学。虽然说火柴人的游戏本来就不怎么科学。OK， 我们可以换别的载具了，我们换这台重机，好，先从一般的姿势下去，我不晓得还会不会飞出去。哎、欸，重击哦，开了！哎、欸，掉，又 bug！ 哎、欸，我整个火柴人都粘在车身上面。哎、欸，我可以跳、欸，我跳出去好。哎、欸，跳不出去。我现在是怎样？啊啊！还在骨折。有没有搞错、啊？还在骨折哎、欸！而且我分数不要好高、哦。又 bug， 这 bug。
他还在转，哇我，然后我现在整个头都陷进去了，我整个头都陷进去了，各位观众，我整个啊，我火柴人要，哦，就这样，他，我觉得火柴人整应该已经整个变形了吧 ？OK， 我们换这个姿势好了，这个姿势会飞出去吗？哎，没有飞出去，啊，有飞出去，往后飞，啊，往后飞，又往后飞。看到，哎、欸，要往后飞哦！我想我应该是飞不到底吧？对啊，我觉得我这样应该是飞不到底，因为这游戏设计很简单，它不可能会有所谓的最低的，就是那个最低的那个地底吧？它的游戏的有效范围就大概只有它地图设计那样。那我们再来就换这台法拉利，这台要叫什么车？我说要去查都忘记查 ，Roadster。罗斯特，是一台车，应该是一台车的品牌吧？哎，冰枪，靠呀！哦，哎，我现在还在搭吗？哇！哦！我刚刚的火柴人是整个跟他的车子一起旋转欸，所以大概就是个 bug 吧。欸，对啊，你看，但我火柴人跟他一起旋转欸，哇吼哇吼哇吼，然后摔下去，蹦啊哦哦啊耶，哇哇哇啊哦。哇，那零件弹好高哦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出来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刚要往后飞哦，我刚好像又往后飞了。然后，哎、欸，没有往后飞，我被车子砸到吗？我觉得我要被车子砸到，哇，果然被车子砸到！哇靠！啊哦哦哦哦！哦，哎，往后飞了，往后飞了。然后，哎、欸。我要掉下去，然后我的脚被车子零件卡住，欸，也不是车子零件，车子的钣金啊，被车子的钣金给卡住了。好吧，我现在又是一个 bug， 预备跳下去，哦，跳，哇哦，哎、欸，往后飞，哟，往后飞啊，好爽哎。好，我们可以换这台什么？这台炸弹吉普车。我记得我可以在他后面吧？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，我不能在他后面。哎、欸，我只能这样啊？要爆了吗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啊！哦哦，吓到我！我靠，吓到我！跳下去，然后还是会翻车、欸。哇哦，炸弹在上面！哇哦，刚好炸到！啊啊啊啊啊啊啊 ！OK， 再来，然后我们用这个姿势，扭下去，然后跳。哇！哎，等一下！哎，他刚刚的炸弹没有飞出来哦。再用一次。哎，然后哎，这刚刚炸弹是粘着。哎，这怎样？啊，车子去哪里了？哎、欸，哇靠！哎、欸、啊啊，炸弹哎、欸，我没听到爆炸声哎、欸，所以炸弹整个都飞出去了。哇，这个东西有多重啊？再来一次，啊，预备，哎、欸，跳出去！哦，哎、欸，有爆啊！可是刚有一次我跳出去的时候，它的炸弹没有爆。哇靠！啊哦哦，我们再换最后一台车，这个推土机。推土机的话，我们用最奇葩的姿势好了，预备，然后下去，啊、哦！哦，哦，哇哦，哦，哦，又砸，又不要砸到我！哎、欸，等下，他东西飞来飞去的、欸，哎、欸，我脚还是跳不出去，哇靠呗啊！哦，哦，哦，重伤了，啊、哦，有没有那么夸张啊？直接。刚好直接他飞过来，然后弹，直接打到墙壁，然后弹在我身上。
预备下去，哟！啊！哦，我要飞了，我要飞了，我要飞了！哦，原障碍，我人又掉进去，又掉进那个地图外面了。我人又掉进掉出地图外面，跳下，哎、欸，就这样、哦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OK， 我想我们这次就先到这边了。喜欢影片的话，请帮我点个喜欢。订阅频道可以继续追踪这系列影片哦。那请分享给你的朋友们。然后我的影片下方也有其他游戏播放清单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哦。那、啊、各位拜拜 ，Goodbye。